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，我国疆域内的地方政权喀拉汗王朝时期，文学艺术得到很大发展，出现了一批优秀文学作品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《福乐智慧》与《突厥语大辞典》。《福乐智慧》成书于公元1069年至公元1070年，是一部劝诫性长诗，由85个正章和三篇真言组成，共计13290行，另有两篇序言，其内容涉及喀拉汗王朝的政治、经济、伦理、哲学、历史等各个方面，既有对统治者的劝谕，也有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，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新疆喀什全称喀什噶尔，曾是地方政权喀拉汗王朝的王都。在今喀什市内，分布着一处富有维吾尔艺术特色的陵墓建筑，占地近千平方米。宏伟的墓室，高耸的塔楼，高低错落。这里是《福乐智慧》作者郁素甫·哈斯·哈吉甫的长眠之所。郁素甫·哈斯·哈吉甫出生于巴拉沙滚城，后移居喀什噶尔。50多岁时完成《福乐智慧》，献给当时喀什噶尔的执政者，东喀拉汗王朝的富克汗桃花使布格拉汗，并因此荣膺哈斯哈吉甫的称号。在《福乐智慧》中，郁素甫·哈斯哈吉甫塑造了四个人物形象：国王日出，象征公正和法度；大臣月圆，代表幸运；月圆幼子贤明，是智慧的化身；大臣的宗亲，修道士觉醒，则象征着知足或者来世。他通过四个人物之间富有哲理的对话，表达自己对社会、法度、伦理道德、哲学、治国之道等问题的看法。《福乐智慧》内容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。在散文体序言中，郁素甫·哈斯哈吉甫宣称，他以秦帝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。据喀拉汗王朝另一部代表性作品，几乎与《福乐智慧》同时期的《突厥语大辞典》记载，秦本来分为三部，上秦在东是桃花石，中秦为契丹，下秦为巴尔罕，而巴尔罕就是喀什噶尔。由此可见，这里的秦国是指辽朝控制的区域，马秦是指宋朝，中华一体观念在这里得到了有力诠释。《福乐智慧》中还有大量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的箴言名句，要仁爱为怀，保护人民，优良的品德乃为善之本，信义是处世为人之本等思想，充分体现了他同儒家文化的内在紧密联系。福乐智慧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。正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所言，它不仅是维吾尔族的宝贵遗产，同样也是构成中华文化历史的宝贵财富。